等一下，炒法这样随便弄都没关系。错了，这样都。头发，然后身上都抹这个脏脏，然后脸上也是，然后衣服也是破烂的要死，故意弄得很破烂。这哪是疤痕？只是弄脏了。好痛啊！好可爱一点。两个探头来看。我把它卸妆，哎，头发这样浪费，头发这样。好，我放弃了。我太欧巴了。欧巴，这样。这样打你。你染头发放镜镜有没有？而且我们是属于一个边演戏边唱歌的状态，比如说我们要对嘴，但是你身上还是要有声音戏嘛，对，对，你要声音，然后要记得，我们在这里，对，就是、很多内心戏，这个、跟我们那时候在尬那个电生命电影的戏，其实有同样的感觉，因为我们经过生命电影戏剧的熏陶，现在演起来其实特别的轻松，相当的得心应手。这一下子很好，祝大家能够健康过一生。